我是明杰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我的终极魔王大道。好，先就是我这次主要模仿剧里面的人物，先来一下孤战。好，孤战呢人很高，然后脸很坏，拽拽一个特性，他站着稍微这样。我现在从终极魔王的位置，摸就是一定要的，再怎么样摸鼻子。这是孤战啦，有没有？子哥的话呢，就是个唯唯索索的夺命书生，有没有？看似他怎么样清秀无害，可是是个夺命书生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其实我也很想帮助万军同学。万军从中二就看他看到现在，万军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眉宇之间。我没有你的教练，那就这样，这就是冠军，冠军最强就是这样，超像吧，不然就是这样，啊，冠军就是这样，那玲珑就不用表现了，好吧，我就是玲珑，在的话，啊，在的话，还有那哥，啊，我们断肠人，断肠人基本上就是，哎，怎么了，我跟你讲，你非常非常强。大肠裂线，好笑好笑，那哥就会有比较口气上的东西。那再的话，最后呢就给大家带来宝山哥。宝山其实我最近发明，我突然觉得学校学的蛮像的。你东哥啊，这事情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能老是看我，我对你有奸情啊，东哥。常被打，好，宝山哥就是这样。其实有机会我还是想演像宝山哥那样的角色的，对，大概就是我对终极一般主要人物的一个就是观察。It's OK， 没有关系，那我现在处理好不好？要说冷静点，那边不要再吃火锅了，好，再吃下去，我觉得我变金毛。It's OK， 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处理好不好？大家都冷静，冷静哦，那边不要再吃火锅了，漫画赶快收起来。一直在模仿啊！有点尴尬，大家对我认识好像都是睡觉。GTV 综合台每周五晚间9点，终极一班三。